扁是法律的程序要追溯清楚，真相要出来，有钱要汇回来，这对台湾是最重要的。不过他的罪，我们一再强调，他没有实罪，最多就是无期徒刑。来，侯大哥这也给的。台湾面对这个两岸政策，因为陈菊的去来哈，已经变成量变到质变了。我很诚心的期许国民党、民进党坐下来学习解决纷争，在国家利益、人民福祉找到共识。第三个，给下一代。给全球华人做个典范啊，沈律师，你去北所，阿扁不接你。这是 Mission Impossible。我要提醒中信啊，今天伯公在讲岛内的后面是什么？想岛内有复杂的声音。他在讲这一句的时候啊，是略带歉意，而不是像中信讲的说岛内有复杂的声音，多元的社会应该以此为荣才对。我觉得他在老共的这个领导人面前啊，真的是太。真的是现在观众朋友在问你怎么办？你可以去看一下阿扁吗？不，这样子你就不要理他了。阿扁怎么会见我呢？这个你要去见阿扁，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见的。所以阿扁要批的。阿扁看到我的名字，我都还没把你写进书里头，我怎么会见你呢？所有人要试试看，跟罗家一起去，跟罗家一起去，来一起这个。我是觉得大家在名字上打转了，没有什么意义啊。我们听其言，要观其行。吴伯雄是不是有他战略思考？能而示之不能。然后陈菊呢也有他战略思考，不能而示之能啊，都有各有各的盘算。我们大家看戏，现在不要只有骂，不重要，我叫中国台湾。我跟你讲，不是我们在民。